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呢，必须要口齿伶俐，因为我们在学徒学相声时候啊，是先学什么呢？这个先学绕口令，拿这开蒙，绕口令啊，就把这个唇齿舌鼻喉这五个发音、尖团字儿啊、支持诗啊、支持诗啊，凡是这类音的，必须要把它弄清楚了。特别说相声，为什么都大部分都北京人啊？都北京人多啊，因为我们有时候也学这个各地方言呢，那是学那么一半句，无非剧中人呢，这段的笑话里的第三人称啊，第三者时候学这个地方语，一般的我们就说这个北京话，这个口齿有毛病的不行，说相声的有这个结语的那个不行，大舌头的那不行，是说是是是是不是，你爱吃不爱吃，这个不行，尖字儿不行，小折说不上来，欧子，小咬，鼻子咬，鼻管，这都不行，这有人有挺大人很成年人也有这么说的，鼻管，鼻管。一会儿就是一会儿，这个说相声都不行。还有一种结语，就是结语叫天津叫北京叫结巴磕子，天津叫嘛磕巴嘴子，对，磕巴嘴子有的这个，在我看见有这么一位，就是在哪儿啊，在这个百货大楼前边，百货大楼前边都知道吧，那不是二十四路汽车站吗，都是等这个二十四路汽车，都是排队，这牌子写着二十四路汽车站啊，由西站到东站就那个排队上车，都有秩序的，早来的挨这个牌子这头一个，第二一个，第三一个，车一停住呢，鱼贯而行，挨个的头一个上，二个上，对，大伙儿都是站着，我呢也站着，我站四五个上就站着，头里有四五个了，我后头还有俩都站着，这站着车还没来呢，百货大楼后头呢就对过呢就是这个新华书店了，是吧？到新华书店横过马路人行横道线上过了一个也三十来岁的，过来是先看看这牌子，看完了呢。就问这站着头一个的这个人，头一个这个，同志，上体馆，这是行吗？头一个这站着呢，也不说话，就这腮帮子这儿就好像咬牙似的。也不说，这还这同志，这是到体馆吗？还不说话，这第二个这不乐意了，现场坐酒楼，上桌坐酒楼去。谢谢啊，走了。这第二个这瞪这头一个这个，贵人语话师。你说这话还累得着吗？这才到这儿，我一说他准说我削他。